玫贵宾，我们即将到达福冈，现在请您回到座位上，系好安全带，设置椅背，收好桌子和脚踏垫，以及座位上的个人电视控制器。为了安全，从现在开始直到机门开启前，请您不要使用洗手间。谢谢您的合作。Ladies and gentlemen.